百度 APP 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肖战。明星请回答，你敢问，我100%真诚作答。现在开始。可不可以展示一下手机里最新的一张照片？可以啊。为什么保存了这张照片？这个很好笑，这个小肥猫很好笑。嗯。2020让你最开心的一个瞬间？我爸妈来陪我。这一年吃过最好的食物是什么？妈妈带的酱牛肉。今年最大变化是什么？大家都看得到的，剪了一个短头发。请用三个关键词总结你的2020年。成长。勇敢，思考。对即将到来的2021年，你最想说什么？顺顺利利，